这个有两个洞，这个扣是依你乳房来扣，扣完之后呢，就这个形状，然后吸在你乳房那边。好，这个现在我们开始扣，大力一些按下去。好的，这个一定要对准那个洞，然后按下去，还是坐这边先吧，对准那个洞，然后用力按，就过来了。好像穿衣服的纽扣这样，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样子推过来按，按大力些就行了。然后躺着都可以，把这个擦了胶在这里之后，然后再吸在你的胸部上面。好，这个动作就这么简单哦。用完之后呢，最好是这里不要，尽量不要中到水分。冲洗的时候或者用布抹掉，抹掉就可以了。好的。